七哥早在一年前、两年前就说过，比特币会消失，绝大多数的数字货币会消失，就不是监管啊。他那是完全是个逻辑化的分析，他是一个完全美国的一个金融专家，他这个分析概念，他都会消失，因为所有的数字货币它没有系统，去中心化的，它最后就成了一个完全没办法让政府接受的东西。中心化的，没有人有这个完美的设计，你可以给我找出任何一家没有。 这两样没有一家能跟洗联储相比并论的。我们跟所有人都不一样，我们是中心化负责人你来找我，我负责任啊，我跟你政府合作呀，是吧？第二个，我有稳定币啊，你可以马上兑换走啊。第三个，我有支付系统，你可以这是这是全世界西方资本主义什么叫市场？市场的前提就是根据供需双方之平衡的需要。 产生的经济现象，在政府的监管下，基本公平的一个经济方式叫市场，简称为资本主义，以资本为核心，以资本为目的的基本在政府监管下的经济交易行为。那你说数字货币，你根本不存在所谓公平的市场交易行为，你根本不在政府的监管之下，你怎么可能存在呢？像比特币，我都纳了闷儿，你干嘛呢？你怎么能存在呢？ 所有比特币的交易商就像那个币安一样，是你拿来它，你想怎么炒就怎么炒。那你炒作了，我怎么负责任？找谁去？你又不负责任，你是个交易所，它叫去中心化，这就是说它必须完蛋啊！就像我跟一个同两人美国开会，我他说你为什么说比特币完蛋？我看了你很多直播，他说那那个我的原罪。 那他说所有全世界的犯罪都跟美元有关系，那美元就没有了吗？我就我笑笑没搭理他，就他那、这个这是个美国所谓的财政部级别的，还有一个我们的 CTO 也这么认为，他这个猪脑袋都不是，你知道吧？